曼陀林是一种拨弦乐器，琴声像是银铃滚动一般，非常的清脆美妙，使用翼甲或者是弹片弹奏，属于旋律乐器，弹奏出来是非常的好听，并应邀参与各项文化交流推广活动。曼陀林乐团的团员气质出众，琴艺高超，是个优质的乐团，悠扬乐声也让聆听的民众陶醉在其中。红叶为他铺胭脂，白云为他抹粉黛，秋静静地徘徊。Thank you.